来自达黎加的新闻界领袖马德利加和他的夫人今天中午搭乘飞机来我国访问一个星期。德国驻华大使张杰士夫妇和新闻局局长田富今天都在机场迎接。马德利加现在是德国民国日报社长，也是美洲新闻协会的主席。这次来我国访问具有德国总统顾问的身份，他在德国的金融界和工商界都很有影响力量。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我国在工商界和新闻界的情形，并且拜访我国在德国投资的民营企业。